官来接。是。一会儿打着明天去见。哦，是。参见大人。一官，我来问你，这黑烟之间哪里来的女子啼哭之声，从事将来？禀大人，今有临清州差官押来一名女犯夜宿门楼之下，想必是那个女犯人的哭声。女犯深夜啼哭，必有冤枉，将她带了进来。是。好啊，我不叫你哭，你真哭，哭出祸来了吧？随我去见大人，我马上搬家。你搬不成啊，给我走。好好好好，干！我不让你哭，你偏哭，那哭出祸来了吗？你有病哭了？收拾禁欲，有你哭的，走吧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